No meaning here. Your pain will be ended. My only... With your death, this nightmare finally ends. Not one. I've killed thousands now.喂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睇完前边双打之后，呢个流派秒人秒咗几快啦。嗱，咁啊，呢个流派咧，当然就唔系我作噶啦。咁啊，我纯粹系咁啱有一次上 YouTube 嘅时候，揾 COC 见到有个鬼佬啦，我抄过嚟用嘅啫。咁当然啦，其实真系每一个流派抄完之后，自己去到后期我都会改良嘅。啊，所以我个流派即系我个天赋同嗰个鬼佬先生系有少少唔同啦。嗱，咁我想讲咧，即系呢个系我第一次比较专注介绍流派，所以个时间可能长啲啦。好啦，嗱，咁你见即系玩 POE 嘅朋友都知道啦，即系你见到贵族嘅话咧，咁啊都明咩意思啦。嗱，咁如果你系新手嘅话咧，只要你嘅流派上见到贵族呢两个字咧，千祈唔好掂。系啦，贵族唔系俾你玩嘅 ，OK？ 基本上我都系隔咗咁多季之后，我先玩贵族。嗱，我自己点解会玩贵族呢？因为纯粹我对贵族有一个怨念喺度啦，叫做，因为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咧，我啱啱翻嚟回归 POE 嘅时候咧，我就唔识嘅嗰阵时，咁我见上网咁啱见到啲咩 COC 好似好劲，转，咁啊贵族啦，我非常天真地咧，第一隻就玩贵族，咁啊结果当然嗰一季玩得极废啦，咁啊即系，但我对贵族 COC 呢一个 term 咧念念不忘，咁所以今季咧我见即系赚钱比较简单啦，所以就终于开咗只贵族嚟玩啦，吓呢个纯粹我个人嘅怨念啦。谂下贵族 COC 喺呢一个 POE 嚟讲咧，都历史悠久啦，即系每一季都会存在啦。咁但系价格都非常吓人。嗱，我自己觉得啊，即系我呢、這、一个即系呢一个鬼佬流派呢一个 COC 咧，系相对啊系比较平嘅。以台服嘅价钱嚟讲咧，我自己觉得差唔多100多亿就可以做到噶啦。嗱，100多亿咧，当然听落好似好多啦，系咪先？即系基本上正常流派已经可以开到两杆仔。咁但系对于贵族嚟讲咧，100多亿已经算系超值噶啦，系啦。因为我觉得呢个流派冇乜边样嘢特别贵嘅，系啦，我自己觉得啦 ，OK。嗱，首先呢个流派咧，你听到 COC 正常咧都系冰剑卡乜鬼嘢咩怨恨啊嘛，但系佢唔系啊，佢呢一个咧系用咗两把拳掌。吓，点解用拳掌？因为要用旋风斩嘅关系，就唔能够用法掌啦。好啦，咁当呢个身上面就係旋风斩，跟住就係触法。嗱，佢呢个流派特征就係剑刃爆破同埋虚空刀雨呢两个技能呢都係非常之主要嘅触法，即係 COC 嘅技能嚟嘅。咁然后掌呢就係、是、嗱，呢个你特别留意啊，我都开头睇完都觉得好奇怪。佢只係得一把掌会用呢一个当你使用技能时触法插槽中一个法术。佢淨係得一把，另一把呢其实係冇装到嘅，佢只不过装咗一啲唔关事嘅幻布啊，呢啲时空门呢啲废嘢。係啦，咁我开头嗰个奇怪咦，咁样会唔会唔够输出呢？点解唔两把兵掌咩？即係唔两把掌都用晒触发法术呢？咁但係我发觉其实 OK 嘅，咁係足够㗎啦。咁当然其实如果你追求呢一个极致呢，你可以考虑其实另一把掌都即係例如放一啲兵矛啊、寒霜爆之类啦，即係嗰啲异常兵矛啦。系啦，咁但我自己觉得暂时好似冇咁嘅需要，因为你系唔够位放幻布啊，系啦，幻布系唔够位放嘅，你发咁，当然其实你要拣嚟呢一个正义之火呢一个范围抗范围辅助，其实可以将佢放幻布啊，其实都得嘅，咁但我觉得暂时够用就算数啦。好啦，咁啊废话少讲啦，这个流派即刻睇咗片先啦，因为你即系你想抄，你都要睇下到底呢个流派打嘅劲唔劲。咁啊，今时今日用得贵族唔整翻个黑水，即系100%，大家都唔觉得系咩？咁啊，开片。好啦，咁我再同大家讲解一下呢一个所谓嘅黑水啦，系嘛？好啦，100%疯癫，咁啊，上埋一个点金石噶啦。好啦，牛头人。好，嗱，咁啊，直接开正火啦，可以。咁我哋呢一个仙血狂怒咧，佢基本上插图嚟讲系长住噶啦，因为12秒内你杀到人，佢就会 keep 住咁样啦。好啦，哇，好 ，OK。
咁啊，你见到就系好手痕想执嘢咁，但系喂顶，但系佢最麻烦，我同你讲啦，呢、這、一个流派有，我就叫佢隐君子啊，即系咩，即系成个吸毒咁样咧，哇又和。好，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正义之火永不熄灭。咩叫吸毒者咧？即系话你一旦断药咧，咁你就知噶啦，系啦，因为你有一个回复咧，你唔够维持你嘅正火所求。咁但系其实呢一个流派咧，基本上魔力嘅药咧系好难断，即系就算除非你狂揿嘅啫，吓、啊，即系如果唔系你一两秒揿一次咧，佢都唔会断嘅。咁啊有花园，但系唔好搞啦。好，咁啊非常之兴奋啦，打呢一个 100% 吓、啊，好。嗱，无可否认咧，3080咧的确有一滴喎。耶耶耶耶！好啦，呢一个超响，我同你讲啦，我次次跌唇，即系我次次跌唇膏都会俾自己吓亲嘅啲声，因为吹喇叭嗰下咧劲恐怖系啦。好啦，咁啊啱啱讲3080咧，的确有一定嘅实力，因为其实我今季玩 POE 咧，即系唔计佢本身优化问题咧，其实我系未叻过嘅。OK， 即系特别系打呢啲咁嘅星团啊，嗰啲咁嘅嘢咧，超越嗰啲咧，都系仍然系非常顺畅啊。好，咁所以强烈建议大家换电换显示卡啦。好啦，唔好讲废话啦。OK， 我暂时嚟讲都冇乜特别噶，咁啊都好顺畅啦。你见到，咁啊只要 keep 住咁样，即系揿实个转转转，跟住 keep 住 part 药咧，理论上都已经非常安全噶啦。OK， 好啦，我同埋我想讲佢呢一个剑雨咧，佢嗰个范围非常大，插图嚟讲系非常之强大。咁加上爆炸依5% 效果咧，咁其实我只能够讲呢个流派插图咧系几劲嘅，系啊系几劲嘅。嗱呢度死咗，哇你个格死咗出边啦。咁我觉得其实咧打，屌你咪打100% 咧死系正常嘅。你见平时嗰啲拍片嗰啲，点解人哋又唔死，人哋有啲死又唔放 cut 走咗啫。即系佢人哋啲死可以打过，但我得一我点解我要点解我死咗照出？因为我得一张图啦，大佬。我再没有能力去整100%啊，系啦，唔够货啊，咁所以照出啦，系啊。我死咗咧先至系现实嘅，我同你讲系啦。就算你个流派，即系除非好似我上季嗰、那个。十光环嘅魔杖流啊，嗰、那个就真系应该唔会死嘅，好老实讲。但系嗰个魔杖反而嘅输出冇咁高，我觉得呢一个输出系近乎最高嘅，应该系即系我玩过嚟讲啦。OK， 咁所以其实我打呢啲咧，其实死系好难避免，有时死系好正常。即系你话完全唔死咧，我觉得就唔现实咯。其实，因为其实呢一啲咁嘅黑水咧，已经系呢一个版本最难打嘅嘢之一嚟嘅啦，已经接近系之一啦。OK。咁所以其实死喂咁死啊冇问题，我自己觉得我还还可以啦，系啦还可以啦。OK， 咁啊打王啦，反而我觉得打王就先关咗个灰烬之节先啦。好啦，其实我觉得呢啲咁嘅星团王仲易打，因为佢一开头会发呆，你已经可以马上秒佢啦。咁你见到佢都唔系点出到手，就系咁打完。好啦，咁啊虽然唔小心死一次啦，但系。其实系咁多季以嚟咧，同埋头先系我第一次真系打赢呢一个 100%， 系所谓初见。咁当然我打过一次系输啊，之前用攻。谂咧见到其实咧都 OK 嘅，以咁嘅身价嚟讲咧，即系做到呢个效果，其实我觉得都接受噶啦。咁呢个流派就系主要系佢嗰个机制系咩？有啲人咧就即系点讲差，即系就算你差嗰个流派咧，你大致上你都一定要了解呢一个流派到底机制系点。如果你唔了解咧，你系唔会明白佢嘅精髓，同埋你要改技能嘅时候，你可能会系啦唔识改嘅。不过我呢度讲装备先啦，其实装备我就觉得唔贵嘅，因为首先佢又唔使猎手，又唔使圣啦。咁啊，武器方面咧，嗱呢个武器方面两把权杖，但系你问我点整出嚟咧 ？Sorry， 其实我唔识整。我谂咗好耐，我都唔明点样可以一把，即系都系当然要整有办法整到，但系如果你我有谂过好耐啊，点样有啲好简单嘅方法整到我谂我系觉得冇，因为你只能够用田系咁削，咁所以我两把权杖咧都系直接喺交易所度买翻嚟，系啦，买当然买翻嚟嘅时候咧，佢个词唔系 exactly 系咁，我改咗少少嘢，咁但系买翻嚟咧其实都够用，咁我自己买咧我比较价钱打参考下，大约系个零两个礼拜前嘅啫。咁其中一把就佢叫价25亿，我讲价讲到20，咁另一把咧20亿，我讲价讲到15，系啦，即系我自己觉得自己斩价斩得有啲狠啦。咁其实我觉得 Exactly 咧20亿应该一把啦，咁应该唔算贵嘅，系啦，即系20亿嚟讲毕业。嗱呢一把咧基本上差唔多完全毕业噶啦，点解？我买翻嚟嘅时候咧，佢而家你见到攻击速度咧，其实本身系法术爆击嘅 T2 嚟嘅，但系我都系选择唔要。
爆击，系啦，我都系选择要速度，因为 COC 咧其实速度系一个非常紧要嘅一个环节嚟，咁速度呢样嘢我迟啲会讲下啦。嗱，如果你要个交易所拉咧，有几条池你系一定要有嘅，系啦，即系如果你 search 嘅时候就系全部法术加一，物理法术加一，同埋咧个获得嘟嘟。物理伤害的冰冷伤害呢一、這个一定要啊，同埋最紧要就系憎恨光华。嗱，你见我呢个 T 二咧，其实即系虽然头先话毕业，但系参照最好系 T 一啦。当然，嗱，憎恨光华咧系呢个流派嘅核心嚟嘅，呢、這个一定。呢、這个一阵你会好多地方都见到呢样嘢。咁另外就攻击速度啦，呢、這、一个其实攻击速度最好有啦，冇嘅话你想办法系整俾佢啦。咁跟住就係、是其中一把掌呢，可能你可能有一啲滿咗詞序啦，咁總之你其中一把掌一定要有觸發法術啦，其中一把最少。咁個底方面呢，其實我自己覺得冇乜所謂嘅，即係我自己揀最好係 40% 元素傷害啦。咁啊，附魔度將佢改為攻擊速度啊，除非你夠速度啦，如果你未去到15嘅話呢、這個速度呢，咁其實呢個流派都係推速度為主。咁另一把个底系 6% 伤害，嗱呢把点解冇咗攻速会变咗法术嗰个两倍咧？嗱，其实因为我买翻嚟嘅时候咧，佢后池嗰度咧，佢有一个系智力加唔知几多咧，系废池嚟嘅，咁如果你有个咁嘅后续嘅废池点办咧？我的方法就系首先上到工艺就系前绝不能改变啦，跟住然后再上用田嘅非势力改势力，系啦，非势力改势力呢个田，咁佢二分一机会系可以整走个智慧嘅，因为二分一机会佢一系就整走嗰、那个工艺啦，即系前序不能改变啦，一系就整走智慧，咁二分一机会，咁都呢一、這个我觉得 OK 系啦，咁虽然钱嗰方面可能贵啲，咁你玩得贵族咧，冇钱你都唔好玩噶啦 ，OK， 咁所以呢一个就可以有办法整走，咁但系整走咗之后咧，其实都冇办法啦，咁都系会留咗条后序嘅势力池，咁我睇个势力池其实大部分都 OK， 即系例如呢一个 5% 两倍，其实都唔算好差。系啊，可以接受啦，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是、个憎恨光环 T 1嘅唔错啊。咁啊系除咗个两倍之外，咁我自己就嗱，因为佢其中一把就系要用触发法术，咁另一把嘅工艺相对自由，咁我自己上攻速啦都系 OK。头方面地印头啦，冇乜怨念噶啦。咁呢一个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有钱，你可以附魔度揀一啲啱你自己嗰、那个，即系例如剑印啊呢啲虚空呢啲咁嘅嘢啦。好啦，颈链方面自己整嘅，咁啊呢个绝对唔难整啦，系啊，即系睇你懒唔懒啦。咁啊就系呢一个狩猎者同埋总督军啦。咁首先每一个就使咗个宝石加一啦，然后合埋一劈。咁啊嗱合嘅时候啊，由于两个都系前池嘅关系咧，咁只要你前另一个前池咧唔系一条洗唔走嘅废池咧，其实都实有办法洗走。即系假如你嗰个前池系一条洗唔走嘅，即系魔力嗰啲咧，咁只要你后池干净，然后用一条非洗加洗之类咁嘅田咧，咁啊有办法搞到啊。咁呢一个唔难整啊，绝对。咁跟住后池就整翻啲双爆击啦。咁啊，我自己系上抗性啦，有啲人可能会上最少狂怒球之类，咁呢个睇你自己需求啦，系啦，冇所谓嘅，好自由嘅呢个流派 ，OK。好啦，跟住嗱件衫嗰度咧，其实呢件衫系错嘅 ，OK？ 呢件衫咧，其实有好多词系非必须嘅，只不过呢件衫系我系上一个流派玩完剩翻落嚟，我见即系唔好浪费咗佢啦，即系我又唔想买咗件啦，咁所以其实就佢有啲词就唔系必须嘅，即系例如呢一个法术爆击咧，其实最好系改翻成呢一个物理即系攻击爆击嘅，因为其实最主要系你讲紧你嘅旋风斩要爆击到咧，你先要触发到 COC 嘅。所以其实你个法术其实爆击唔算话，即系当然有好过冇啊，但系最理想都系会推咗你嗰个物理嗰个攻击爆击先，因为旋风斩啊嘛。咁跟住就 15% 爆击球咧，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有需要。虽然佢一个星团珠宝度会有一个食药有机率攞爆击球，但我自己觉得嗰个系极低极低机率。嗱，咁另外呢个你可以做成一个额外诅咒咧，可有可无。系啦，如果你有嘅话冇问题，如果你冇嘅话咧，咁你就会需要买呢个觉醒咒术降临。咁呢一粒嘢咧系贵到扑街嘅，咁我自己非常好彩系打塞纳斯嘅时候出咗。系啦，如果呢度有觉醒咧，咁呢一度就唔需要系额外诅咒，因为觉醒本身嗰、那个觉醒点解咁贵咧，就因为佢可以系变咗额外诅咒嘅效果啊。系啦，如果你呢度有三有咧，其实呢度唔使，咁即系其实我系重复咗嘅 ，OK， 咁但系我费事理佢唔理佢啦，因为我而家又唔等钱使 ，OK。
乜戒指方面，其中一隻就一定系呢、這个落呢、這个罗虫嘅清华。咁啊，简单啲嚟讲就系放呢个真痕啦，系啊，放呢个真痕，咁啊可以做到呢一个冇魔力保留。咁啊，配合埋佢其中一个天赋就系呢一个呢、這个至高自我。系啦，即系你只能够获得一个光光环，造成 50% 更多魔力保留。但由于呢个戒指的效果咧，呢 50% 更多魔力保留系唔需要，我哋系唔需要付出呢样嘢就可以享受到呢一个非常强力嘅真痕光环。咁我自己哑成功啦。咁呢个强烈建议咧，如果你真系哑失败咧，唔该去市集嗰度拉一个21等嘅系啦。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呢、這个流派输出嘅好核心嘅一个来源。咁啊，戒指方面咧，其实我系有少整错咗啦，因为我系用呢一个混沌嘅抗性。咁其实咧，我只要将嗰个抗性调整一下咧，其实我最比较建议嗰个底系用呢一个朱红，即系生命 7% 嗰、那个，嗰、那个会好啲。系啦，咁啊，但系我自己觉得都对我影响唔大，算啦。嗱咁啊，呢个就最主要嘅词序里面咧，有呢一个刺客印记嘅，系呢一个必须嘅。咁跟住前池嗰度咧，你见到冰冷效果啦。其实呢一条池咧，呢一个戒指其实唔完美嘅，因为本身喺数戒者里面咧，佢自己都有呢条池嘅。咁最好其实系合总督军嘅，因为总督军嘅后池咧有呢个爆击加成。但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如果我咁样总督军加刺客印记咧，我就冇乜把握可以将前池洗成呢一个冰冻效果、冰冷伤害吓，因为要嘥大量嘅攻击填系劲烦。咁我就唔想烦係啦，我就懒，我承认我懒嘅 ,ok。咁我就因为其实呢个冰雞啫，呢个救赎者都有呢条冰冷效果池啦，咁我直接就将两条池合埋。好啦，咁然后呢后池就上咗条攻击速度啦，呢个一次成功 ,very good。下、那个魔力回复呢系废池呢，但係一合成嘅时候出咗呢条池呢，我就好难洗得走，因为佢最烦，一合成咧最烦就是一前一后嘅。咁你万一出废池嘅时候，你就好难洗得走，咁就算啦，系啦。因为魔力回复咧，其实我呢个流派冇完全冇必要，系啦，废嘢可以话系废嘢。咁啊，但系算啦，系啦，呢一个戒指系唔完美嘅 ，OK。咁啊，手方面啊，最值得讲啦，最多人问嘅，即系喺嗰个鬼佬嘅留言。嗱，你留意呢一个咧。手咧呢个前嗰、那个第一条池咧，呢、這、一个系神庙池嚟，25% 物理伤害转冰冷。咁啊，然后跟住下低嗰条就系圣战士嘅圣战士嘅势力池。嗱，呢一只手咧，佢系好难整嘅，其实系啊。但系我自己嘅整法系点咧？有即系最简单嘅整法系点咧？就系、是、首先你去揾一个靓底先啦。我自己非常好彩就揾到魔子手套啦，即系增加15% 法术伤害咁样啦。好啦，跟住然后你就系即系有呢个神庙池嘅魔子手套，咁然后咧你就将所有嗰啲废池唔该洗走佢先啦。好啦，佢跟住落嚟咧，你将佢后池塞满佢，系啊，即系冰冷，即系嗰个后池啊，即系塞后池三条塞满咗佢先。咁跟住然后咧就直接用呢一个圣战士嘅唇膏石点。系啦，我就非常好彩。咁当然啦，你可以你可以睇翻池表到底前池有啲咩池，你可以先用工艺上咗一个池，即系等佢一定唔会撞池先啦。我自己又好好彩，一上就上到啊，咁所以呢一就跟住后边啲池就自己执啦，系啦，跟住我执下，执到而家咁样就fairly good 嘅，系啦，唔错。咁啊呢一个就我自己的洗法啦。当然如果你因为呢个工艺生命又比较低嘅，即系如果你追求极致嘅朋友，你可以用呢个填上 T 1生命，但我冇咁得闲 ，OK。一脚咧，亦都我自己整噶啦。因为其实今季有田咧，屌你根本乜都整到噶啦。老实讲，系啊。嗱，呢个今季呢一个最值得要讲就系今季呢一个流顺之风咧，就冇咗速度呢一个词序喺度。咁所以今季就再冇办法用呢一个田去整。咁所以个洗法好简单，就系、是、我自己后池里面有个 10% 躲避攻击，呢、這个我自己整，因为我自己觉得呢个都几有用。咁如果你唔够抗性咧，呢一条池你系唔使嘅。最简单的整法就系、是、首先洗流顺之风嘅狩猎者啦，然后就系救赎者嘅灵巧，跟住合埋一劈咁啊搞掂噶啦。咁但系因为我自己觉得灵巧咧用爆击填系必出嘅，咁我自己就所以后池嗰度就攞条躲避攻击。嗱呢一个睇你自己中意啊，真系 OK， 咁啊就系咁啦。好，咁所以呢只鞋好易整啊，咁啊千祈唔好用十鸠几廿亿去买咁白痴啊。好啦。
咁腰带就系、是、腰带要讲一讲嘅，咁啊深渊腰带，咁啊嗰个任何药剂效果持续耐 50% 抗性运动抗性呢一条词系必须嘅，除非你可以本身就可以满到运动抗啦，但系呢个好难，都唔系话好难，但系我自己觉得，既然有呢一条词咧，因为呢一个流派系一个追猎者，即系长期有药水效果，咁所以其实就呢一条词系非常好用嘅。咁佢用佢嘅洗法就係用先用一个精髓啊，係唯一一次，即係其实我就好唔鍾意用精髓同化石呢样嘢。係啦，咁但係奈何呢、這、一个呢、這个係呢、這个胆網呢、這个尖網精髓啦，係咪咁任何藥劑效果持续时间内 50% 运动，咁其实唔贵啊，咁你点落去。好啦，咁你发觉係后即係佢后池呢，如果后池可以干净嘅话，咁你就 ok 啦，如果唔得就直接去再用个精髓点过就 OK， 因为佢唔贵嘅。好啦，咁洗完之后咧，咁最基本啦就系后面上抗性啦。咁前面就系真系好例牌嘅狩猎者生命加生命啦，贴两个 T 一劲。咁跟住然后大师前绝就一定要上呢、這个系啊，减呢一个。佢最紧要后面嗰条词就系作用于你的药剂增加嘟嘟效果。咁其实我应该用神应该可以洗，我呢度洗唔到啊！屌佢呢一个。因为我嗰个生命两个洗得好靓，我唔想再搞。但其实 14% 咧，我同你讲系紧要啲嘅。即系佢呢一个药水流派嚟讲，两个 percent 差好远嘅。咁大致上装备就系咁啦。其实就你发觉其实冇一边件特别贵啦。我唯一要讲咧，其实件衫嗰个爆炸衣咧，其实 5% 咧都唔系话重点。最重要系增加 12% 范围效果，呢个对旋风斩都会有影响。今季呢一个 T 0就唔难整嘅，咁首先你整咗一件 T 0嘅爆炸咧，呢、這个详细你自己去查啦。跟住然后你求鸠其揾啲嘢合埋落，合埋一嚿咧，咁啊搞掂。所以其实就唔难整嘅 ，OK 系啦。咁啊，如果你懒，你直接去交易所拉，但唔建议。好啦，咁呢个就我天赋表啦。咁如果你睇唔切咧，咁就唔该你暂停嗰个影片去睇啦。OK， 好简单。嗱，其实呢个天赋表我改咗嘅。嗰、那个鬼佬呢就冇用到神感嘅，係啦，我改咗做神感嘅啫。咁其实神感呢就唔係必须嘅 ,ok, 你係唔需要用神感，所以我係懒型嘅啫，係啦，我简单啲嚟讲我懒型嘅，因为神感，因为其实既然呢度四点就可以攞大量嘅攻速呢同埋生命呀、移动速度，咁冇理由唔攞係咪先，係咪先，有一攞冇理由唔攞，咁我就自己攞神感，个鬼佬就冇攞嘅，个鬼佬就係、是个鬼佬个版本就喺呢度再整上去，跟住就好似系嘛，唔记得咗，唔记得个鬼佬系咯，鬼佬呢度攞爆击，呢度我都要攞爆击加成咁样啦 ，OK。咁我而家就系96 level， 咁大约其实一般嚟讲你93、94都 OK 噶啦，系啦，你见我而家都差一个 level 先有30，咁如果你唔够 level， 呢两点可以唔点啦，系啦，呢两点唔点，咁就你可以少多两个 level 都冇问题。咁呢个特别要留意就係呢一粒嘅永恒珠宝啦。嗱，呢一个永恒珠宝有啲烦。咁首先你係需要用呢一个辉煌的虚荣啦。咁同埋嗰个名係叫坤塞巴坤。如果你唔知道永恒珠宝嘅朋友呢，咁你自己上网查，因为呢个太难讲啦。咁唯一一个小天赋就係呢一个。呢一个呢其实我自己洗就比较好彩，我自己就两亿内洗到。系啦，这个增加 35% 冰冷伤害同埋 10% 物理转为冰冷，这个颇为紧要嘅关键。咁我本跟大家最大问题有其他小天赋全部都垃圾嚟嘅。咁于是乎我就自己攞咗另外一粒去洗，諗住洗啲好少少一次。咁但我洗咗10亿都洗唔到呢一个 10% 啦。咁其实都几难洗嘅。咁所以就呢一个唯一比较麻烦。如果真係洗唔到，你自己去判断到底有冇需要啦。咁跟住就係呢一个三相呢，就是被憎恨影响时增加爆击率。嗱，单单系呢一条词已经要10亿嘅啦，应该系啦，即系单单系呢条词咁啊，即系如果你话相持嗰啲系冇可能噶啦，即系如果两条憎恨我咁过百亿嘅啦，唔好谂啦。咁啊呢一条咁呢一个加爆击一定要噶啦，唔使讲啦，咁啊10亿都走唔甩噶啦 ，OK。咁啊其他就系星团啦，同大家讲讲啦 ，OK。咁啊星团就比较简单啦，增加冰冷伤害同埋要三次。三次其实唔难洗嘅，都几难洗嘅。其实老实讲，咁首先我强烈建议大家用 C 洗啦。如果用 C 洗唔到，直接去交易所拉啦。你如果你去交易所咧，直接揀忽雪同埋复仇指挥官两条就 OK 啊。无论佢后池系咩，唔使理，因为如果你买咗翻嚟之后，你可以用填呢一个保留前住去洗后池。只要你后池求其洗都有个技能咧，咁多数咧吓，多数你前面呢一定要三个技能，系一定要三个技能。
即系咁样，你先至可以悭翻一个天赋点，就是、你可以喺呢度点嗰两个。我哋要嘅咧就系忽雪同埋咧个复仇指挥官。另外嗰粒咧就要呢个多里尼亚的教程，呢、這、一个系要点嘅啦。呢、這、一个就好简单，因为咧你当你上咗两个前池之后咧，你后池只要用生命田去加生命咧，咁啊基本上会开到噶啦。系啦，好似系啦，系啦，我自己系咁样开咁啊，因为佢后池嘅生命池嘅技能系冇，系得呢个啫，咁99% 开到噶啦。好咁啊，其中一个咁，如果你唔想烦，两个都直接用生命去点多利利亚就搞掂啦。其中一个要点啦，好啦，跟住就系中型嘅天赋同大家讲啦，先呢、這个增加6% 效果持续时间啦。四个天赋同五个天赋系冇分别嘅，你见到系啦，四个同五个系一样嘅。咁我哋要嘅其中一个就系尖刺混物同埋呢一个完美捽炼啊，系啦，咁啊佢效果就系、是。完美捽炼就系增加持续时间啊，回复生命啊，咁呢一个就系获得炼金之财啦，系啦，增加呢一个充能效果啦 ，OK， 好，咁另外嗰粒就系完美捽炼啦，都系同埋液体启发。嗱，其实液体启发最大用途就系当你食魔力药嘅时候，有25%获得一个暴击球，咁所以你件衫嗰度咧，其实就你话嗰条。暴击时 15% 获得暴击球，呢一条系其实有少重复，但我自己觉得咧，我自己亲自测试过之后咧，如果净系用呢、這、一个魔力咧，其实我嗰个几率好低嘅，唔知我黑仔定点啊 ？OK， 系你自己可以试下。好，咁呢边嘅中型天赋就系、是、好啦，呢、這、一个增加 3% 你技能的非诅咒光环，咁我哋要嘅就系、是、准确指挥官啦，精确 ，sorry 唔好意思，同埋呢一个复仇。復仇指挥官就是因为我哋要加佢嗰个憎恨，我哋要加憎恨光环。咁精确就是加暴击同加成啦。咁另一个都是一样嘅。咁你见到其实无论大型、巨型嘅珠宝同埋中型咧，我哋都会加咗好多憎恨光环嘅效果。呢、這、一个亦都系佢呢个流派输出嘅主要来源。好啦，咁珠宝方面咧，其实生命其实我自己就真系我怕死啦，系啦，咁生命就必加噶啦，咁当然如果你觉得 OK 就可以唔使加啦，咁我自己建议有4000血就差唔多噶啦，护盾嗰度唔使理，因为护盾系废嘅，同你讲，你系完全冇呢个回复护盾嘅能力嘅，你只要管好你嘅生命就 OK 噶啦，咁魔力方面咧，一般嚟讲你唔使撑都有2000噶啦 ，OK， 系啦，咁所以其实珠宝方面咧，我哋要揀啊就系攻击速度，咁留意啦，我哋揸嘅权杖嚟嘅。咁所以我哋食到嘅就係单手近战武器同埋我哋双持啦，因为我哋两把嘛，双持同埋呢一个係啦咁上下，就是攻击速度啦，好似係咁啊，暴击加成就一定要啦。咁首先我哋食嘅就係全域暴击加成啦，都係嗰句啦，我自己比较着重呢係加旋风斩嘅暴击嘅，唔係系暴击率，但系暴击加成嚟讲，你要留意啊，其实旋风斩我哋唔係靠佢输出，所以佢嘅暴击加成我哋唔係太 care。咁一般嚟讲咧，佢系虚空刀雨同埋呢一个乜鬼啊？系啦，剑刃爆破，咁佢两个就比较麻烦，我自己觉得佢两个，因为佢属于呢一个法术，系啦，咁啊有啲烦。我唔系好肯定，因为我冇装过。佢食嗰个暴击加成就是、全域暴击加成，基础法术暴击加成。嗱，佢食唔食呢个元素暴击加成咧？我唔肯定。系啦，但系如果你有钱啊，可以试下啦。咁其实我觉得两个暴击加成都够。系啦，咁我自己就系咁啦，暴击率啊，暴击加成啊。嗱，冰冷暴击加成佢唔食嘅 ，OK， 系呢一个可能系寒霜爆呢啲就会食啦，即系个暴击加成佢404，但系佢呢啲剑印嗰啲300+ ，OK， 我俾大家睇下啲珠宝啦。我话权杖加 15% 伤害，其实都唔算好靓。我啲珠宝其实。嗱呢粒就好撚貴嘅，係我嘥咗成10多億買翻嚟，但係買翻嚟，我發覺佢唔食嗰個冰冷爆擊加成咧，我有少少失望啦，係啦。跟住就係呢一啲啦 ，OK， 咁啊攻擊速度啦，攻擊速度好緊要啊，唔好睇少啊，因為佢旋風斬嚟，攻擊速度爆擊加成生命。好啦，呢度就係、是、都係啦。嗱咁你發覺，咦，你好似冇呢一個復發之血喎？嗱呢一個我想講埋我啲水啦。水方面咧就话二条片线唔知拍咗几耐啊，系啦，唔好理啦。咁啊，信仰呢啲都即系玩得贵族，你唔好同我讲你冇钱啦。OK， 即系信仰呢啲好基本啦。咁跟住咧，我要讲恨意啦。咁啊，由于我哋玩兵嘅关系咧，咁啊，首先系获得效果等同25% 物理伤害的冰冷伤害啦。咁啊，同埋咧个承受20%击中物理伤害视为冰冷伤害。
咁啊，其实呢一个唔系特别着数，因为我哋嘅最大冰矿都系75啊，即系讲紧。咁但系转呢一个冰箱啦 ，OK， 同埋有 30% 避免冰门，其实呢一个就唔系太大影响。另外呢一支我又要讲啦，呢一支捷力嘅药水大家唔陌生。首先由于我哋嘅抗性系非常之核突嘅，你见我哋冇药水嘅情况下咧，我哋嘅冰矿系负紧添啊，甚至系其他都系唔系满矿嘅。好咁，所以其实首先我哋本身就咁支呢一支咁嘅药水咧，就已经系接近系满矿，除咗冰。咁因为但系我哋有恨意嗰支蓝水咧，我哋一拍咧，你发觉其实就一定系满晒啦。嗱，咁大家留意佢呢、這个。药性嘅描述效果就系咩呢？首先我哋药性中咧，你最低你绝对抗性最低的抗性，咁我哋承受呢一个伤害抗性系会降低 10% 嘅。咁咧我哋最低抗性其实系咩呢？就系呢一个混沌啦，系啦混沌。我哋 pass 晒药水嘅情况啦。你见我绝对抗性得 80， 所以混沌就属于最低，我哋承受混沌伤害降低 10%。咁由于我哋有神圣血肉嘅关系咧，咁我哋承受嘅 50% 元素伤害都会视为混沌伤害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呢一个系会加强我哋嘅防御力嘅 ，OK。咁另外啦，另一个效果就系你绝对抗性最高嘅话咧，你所造成该属性的伤害穿透 13%。咁啊，简单啲讲啦，我哋最高抗性就系冰啊。咁所以我哋造成嘅冰冷抗性咧会穿透 13%， 咁呢一个就系呢一个系要你自己调整噶，所以呢一个系要搞劲耐，即系你一定要做到冰抗系最高嘅，即系喺食药时间，而呢一个运抗系最低，咁你只要做到呢两样嘢咧，咁就可以完全享受到呢一个传奇药水嘅厉害啦。咁第一支药水魔力，嗱魔力系非常重要嘅，咁有啲人话诶点解唔用最劲嗰支？嗱呢一支我唔知道之后唔系，我唔知有冇记错是但啦，系啦。我唔知道筆攬好似用筆攬好啲定系呢支好啲，又唔记得咗。吓咁啊，总之维持嗰个时间越耐就越好啦。我唔记得系咪呢支啊，系啦。咁啊，简单啲嚟讲，由于我哋系弱梁嘅关系啦，即系我哋追猎者嘅关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饮呢一个魔水咧，我哋就会回到血噶啦。吓，我哋就可以回到血噶啦。咁啊，跟住嗰个工艺方面咧，就系、是、上呢个爆击啦。咁啊，应该今季即系机应该都唔难啦，因为物教女王我打咗好多次啦。咁啊，一定嗰支咁嘅水咧，都帮我赚咗好多钱啊！嗰支咁嘅水打亲都跌嘅。系啦，咁啊，上呢一个爆击率，咁跟住另外我就自己上跑水啦。嗱，其实如果你讲跑水咯，即系如果你讲自己跑出嚟救，因为本身佢嗰、那个移动速度修正都好高啊，已经系吓，即系都半飞车状态啦。咁如果你唔用跑水，其实 OK 嘅。咁你话系咪用宝钻水呢？其实应该就唔系太需要啦，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自己觉得爆击率系够嘅，已经系。咁可能你怕死，你上嗰啲唔知咩迷踪水，你求 Q 奇，你中意上咩得噶啦。咁啊，纯粹系我就攞呢个加攻击速度啦，再加呢个攻击速度啦，系癫少少咁样啦。咁你有啲人奇怪，咦？咁你点解冇流血水啊？嗰啲咧，其实你会发觉，如果正常状况下咧，因为你长期 keep 弱嘅关系咧，佢嗰个回血能力非常高啊。只要佢个持续上冇啲咩最大抗性减嘟嘟啊，或者脆弱啊等等咧，所有流血嘅就算去到20层咧，都系扣唔入嘅。所以其实流血水理论上系唔使嘅，其实理论上系唔使啦。咁另外由于我哋天赋上咧有呢一个散取精华咧，叫做当你使用魔力药时咧，随机移除一个元素异常状态，咁所以呢个冰冷效果、冰冻嗰啲咧，咁其实都可以无视咗佢噶啦。咁啊，大致上就都冇乜嘢好补充啦，系嘛？咁啊，因为大家都系照抄嘅啫，谂住咁啊，你自己可以自己嘅计一计啦，成个流派到底几多钱咧？嗱，我再次强调，神感就唔系必须啊 ，OK？ 你唔要都得嘅，吓你唔要都得嘅 ，OK？ 咁但系其实你玩得贵族都唔争在嗰廿零，佢嗰十几廿亿嘅啦，我相信。好，等先啊，跟住就。好，头先我话嗰个攻速咧，其实大家玩 COC 都知啦。其实如果你攻速太快嘅话咧，吓你攻速太快的话咧，由于你嗰、那个大家 COC 佢有个内藏嘅，即系每一个技能嘅 CD 嘅机制，吓、啊、即系佢唔系可以无限出嘅。咁其实佢自己技能会有 CD 嘅。咁所以如果你嘅速度太快咧，你都系触发唔到你自己嘅技能嘅，即系未 CD 好。咁所以一般嚟讲咧，即系喺冇任何减 CD 嘅腰带情况下。咁其实佢话攻速最好唔好超过15吓、啊，即系每秒攻速每秒攻击次数啦。我其实由于我食药会加速噶嘛，同埋我哋有一个技能叫做咩咧，就系呢一个鲜血狂怒啦。OK，
咁你开先越狂怒就系11:24再食，咁啊13.51，其实未推到尽啦，当年系啊，可以再推高啲嘅。咁但系至上呢个速我都满意嘅，系啊，都满意嘅啦。咁啊呢一个就系、是，即系如果你咁劲可以去到差唔多15就好停啦，系啦，真系唔好再高啦。OK， 咁最后讲埋个技能连结啦。嗱，技能石咧都唔平嘅 ，OK， 即系有贵有平啦，系啦，好简单。咁第一把即系呢一个触发法术咧，嚟装呢一个信念全涌啦，你见到都系得20 level 失败嘅 ，OK。嗱，呢一个异常冰冷寒冰魔杖咧就有用嘅，因为佢帮我哋加爆击率同埋加命中，呢个唔记得讲命中。嗱，正常情况下咧，其实我呢个流派唔系咁够命中，但我系100/100啦。点解咧？因为呢一个就要多谢我哋嘅神感啦。因为我放咗呢个神感咧，增加 30% 命中率。如果你冇呢个神感咧，大致上你个命中应该系维持喺96%左右啦，系啦 percent， 但系都应该都即系你唔系太黑仔，应该都 OK 噶啦。哦，呢度都要提一提嘅，系啦，唔使理我嘅。咁但我强烈建议就唔好悭到少少钱啦。即系点解用异常咧？吓呢个，因为异常咧，佢嗰个 percent 宝石效果系会增加呢个真的效果，系真到我哋度嘅。系啦，咁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唔好悭到少少钱啦。咁跟住就係寒霜爆啦，呢个又係失败咗，但係算啦，係求 Q 期啦。好啊，呢个地印头。地印头我哋就摆呢个恢复嗱呢个异常仙女狂怒呢係好撚贵嘅，咁点解要用呢个呢？同大家解释下。正常嘅仙女狂怒呢嗰个品质效果係加攻击速度，其实都 OK 㗎啦，已经其实 OK 嘅。咁呢一个异常就係点呢？就係、是、当你击中传奇敌人时，真的效果有2%获得一个狂怒球。有咩用呢？譬如我当我哋打塞纳斯都係单体王嘅时候呢，咁因为其实你要杀人你先有狂怒球，咁变相我哋打单体王嘅时候，我哋係冇辦法攞到狂怒球。咁呢一个异常版呢，佢就係帮你打呢一啲单体王嘅时候都会有机会攞到六球。吓呢一个有冇用见仁见智，你即係因为佢其实个价钱都唔平，我买翻嚟嘅时候10多亿，系啦，有啲人话：，你点解唔用嗰粒嘢点咧？点去老母咩？你自己睇下，系啊，好难点啊！屌，不如你其实即系你点一次要10多亿咧？屌啊，不如点得嚟，不如直接买好捻过啦，系啊，真系100，真系嬲嬲地咁，所以我就直接买咗啦。OK， 咁但系其实呢一个如果你冇钱咧，可以用翻正常版，其实正常版嘅攻速系更快啊！呢个见仁见智啦。咁避能波动就系冇咩嘢好讲啦，20系啊升满佢啦，咁呢个避能披风都系啦，系啊升满佢。三方面旋风斩，我研究过啦，其实20等就够啦，因为反正佢最大咧都系7层嘅啫，吓，因为如果你要去到8层咧，唔知会30等咁上下，系啊，我计过冇乜可能，所以20等就 OK 噶啦。嗱咁啊，有啲人会拣唔知咩双翼定系异常啦，佢另一个版本咧。就系嗰个品质效果系会令到你嗰个速度快，但其实你见我而家喐得都算快嘅，系啦，即系佢走位都算快，咁我觉得冇乜必要啦，咁啊费事练过啦 ，OK。剑刃爆破咁啊强烈咧，有少少钱就呢个2粒都系我自己升嘅 ，OK。咁啊有即系最好买21等嘅20% 啦，即系唔好悭到少，即系玩得贵族唔好悭到少少钱啦，都系唔贵，可能1多亿、2亿就搞掂噶啦。咁啊爆击时施放啦，我自己超额失败啦，你见得即系得 level 5算 Q 数啦。咁当然啦，呢一个强烈建议咧，有钱唔该买觉醒啦，呢啲唔好悭啊，呢啲讲真，真系差好远，即系嗰啲罗姆版同觉醒版真系差得有啲远啦。OK， 咪即系增加范围都系同样道理啦，即系系啦，即系无谓悭到鸡碎咁多钱啦，冇钱冇可能玩贵族啦。好啦，避能爆发都系啦，都有一句啦，冇钱冇可能玩贵族啦。OK， 咪真恨21等。好啦，跟住呢一个就幻步加呢一个恢复辅助时空门。咁你见到其实呢，如果你真係想有啲諗法啦 ,OK, 咁你其实时空门同埋恢复辅助都可以唔装添嘅。好啦。咁然后即係你将呢个增大范围放喺即係将幻步放喺下底，咁其实呢你可以再将呢一把掌变成触发法术呢一个工艺，再装一啲攻击技，咁更加劲啦，可能我唔知啦，我未试过 ,OK。好啦，手嗰度又呢一个冻伤啦 ，OK， 冻伤加漩涡。我哋呢个流派般玩嘅时候咧，一路转嘅时候咧，咁我哋会揿呢个漩涡，可以就咁揿，你就咁即系一，你唔使放手就咁揿就得噶啦。吓、啊，就佢就会出到，其实你所有技能，你见到我所有技能可以就咁揿。吓、啊，所以唔使即系你旋风斩唔使放手嘅 ，OK。咁主要就系呢个漩涡就系主要系放呢一个冻伤啦，咁啊连咗呢个觉醒嘅咒术降临。咁前面讲咗，如果你件衫有额外诅咒咧。你呢一个就唔使用觉醒版，因为觉醒版好撚贵，20多亿噶。呢、這、一个觉醒咧，其实都系我咁啱都又系打塞纳斯出咗，其实可以卖咗佢嘅，都值翻5-6亿嘅。咁但系我又唔等钱使，咪算啦，摆埋喺度啦。OK， 咁啊唔需要觉醒版嘅。OK， 好啦。
嗱，咁啊呢一个深渊珠宝咧，咁啊纯属我自己洗嘅，系啦。咁啊你叫哇咁劲嘅，又爆击又加成，其实用 C 洗咧好快，唔知100C 内就洗到啦，咁啊好易洗嘅啫。好啦，脚。嗱，脚呢度留意啊，两条系分开嘅，系啦，即系唔好连埋一齐，因为咧，如果系连埋一齐咧，你一个灰准之节咧会连咗落呢一个增大范围咧，咁你需要呢一个魔力保留咧系会多咗好多啊，咁所以呢一度要分开。咁啊，雅尔正义之火啦，连呢一个增大范围啦，其实你唔连都得嘅，系啦，咁啊连咗好个，连咗啲咯，灰准之节连一个启蒙辅助，咁啊可以唔 level 四都得嘅，系啦，咁大致上系咁。平时打图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开呢一个灰烬之节，系啊。当你打王嘅时候咧，可以关咗佢噶啦。咁啊，即系我哋有一个技能系呢一个心灵升华，系啊，即系生命值所受的 30% 由魔力扣除。咁所以魔力越高咧，某程度上可以一定保障到你嘅死亡，即系生存机会啦，系啦。咁啊，所以其实打王嘅时候唔使开灰烬，但系我哋清图嘅时候咧，嗱，其实一般嚟讲咧，你清图就算打四天王嗰啲咧，反正都系秒杀，我都系会懒得关啊。通常我系打塞纳斯啊，或者打呢一个色戒，我先会关咗佢啦，系啦。咁啊，大致上流派玩法就系咁啦，即系我哋平时嗱正义之火咧，其实可以长开嘅，系啊，正义之火可以长开，但系你留意就唔好断药啦，系啦。咁但系其实一般嚟讲咧，你都系唔会断药嘅，玩呢个流派吓，都系唔会断药嘅。咁但系由于我有时譬如我睇紧扎拿嗰啲图啊，或者系睇紧田嘅时候咧，屌你有时睇睇啊唔记得食药咧，你就会断药惊发。咁所以其实我自己研究过咧，反正一般情况下打一般嘅 T16 图啊啲咧，就算唔开正义之火咧，其实小怪都系秒杀嘅。系啊，咁所以一般嚟讲咧，我都唔会开正义之火，我真系只会开雅尔系打王嘅时候用一用。咁可能你打塞纳斯嗰啲就可以长开啦，因为反正你都唔会断药噶嘛。咁就系咁。好啦，头先唔记得讲升华，唔好意思。好啦，最后讲埋啦，个升华系啦，咁啊追猎者必须噶啦，呢、這个唔需多讲啦，跟住就去呢个游合之道啦，咁我哋去咗游合之道，我哋可以喺游合呢边直接开始我哋嘅新天地，咁呢边就揀呢个勇士啦，咁啊主要原因就系因为我哋要攞呢个命中啦，同埋呢一个不会避云系非常之紧要，因为旋风斩咧斩下云 Q 真系好。咳下咳下勁煩，咁呢一個係必須嘅。咁同埋就俾人打會有耐力球啦，耐力球加傷呢個都係 bonus， 唔係重點啦。最主要係攞不會冰雲、不會被冰活，同埋呢一個1000點命中。咁如果你有辦法可以唔會即係、就是、你開所有珠寶嘅上田上曬話 10% 不會被還，或者可能你命中夠啦，咁你其實理論上可以唔點嘅呢、這個呢、這個理論上都唔係話好必須啦，我自己覺得係啦，即係、就是、你可以點。点下八呢个都得啦，系啦，咁其实都唔使嘅啦，讲真。好，咁大致上系咁啦，咁呢个流派讲完啦，唔知大家觉得实唔实用啦？咁啊，应该系我而家就做埋个，而家就系屌餐个成就。我今季又解晒40个啦。咁如果有朋友咧有物源之心咧，麻烦 PM 我啊，系啊，餐六次就可以解完噶啦。但系好难撞啊，顶！我又唔想跑迷宫。好啦，咁我哋今次影片嚟到度先，中意嘅俾个 like， 系啊，有咩想讲留言，拜拜。
Annihilation. Be utterly annihilated.